镇，爱新觉罗·玄烨，生于1654年5月4日。朕6岁登基，在位61年。朕的这尊雕像出自一组名为《命运》的艺术作品，由法国雕塑家苏珊·舒创作。朕在位期间，曾与法兰西国王路易14书信往来，我们有诸多相似之处，都是幼年登基，也是长寿君主。在位期间，建立了中法两国的丰功伟业。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，朕与路易14共同交流，探讨了文学艺术与科学的奇妙之处，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朕的传承与贡献，犹如星辰一般璀璨，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。